大锅的你不能拿来炒泡面，你要这个拿来炒泡面，大锅拿来煮水饺。因为我们刚刚那边在做别的，对，但是你这样子浮起来，它看不出来，你会知道它浮起来。我会，我会，我会知道，真的。对啦，但是你这样你等一下换。对对，我等一下不用这个了，等一下。我想叫本本进来看一次单，他到底点了多少？这个。哦，两份火猪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你问我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单是你们弄乱的。你单只有一份火猪吗？我带好多火猪，懂吗？所以你现在问我没有用，所以你们先搞清楚。好，去到底我去看，我去看，你们点了什么？